Hello， 各位，今天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背包今天实在是重到一个不行，你知道吗？就多一台笔电会多这么多的重量嘛？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啦。那今天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就是地狱连发三连发，从今天晚上一场直播，明天晚上又一场直播，后天三场直播，地狱三连发。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是传说中的天堂之路。那我今天中午午餐去买了麦当劳，我有点讶异的是，麦当劳它点餐的机制好像有一点改变了。第一个是它现在变得好贵，原本麦当劳就不是很便宜的东西，现在除了麦香鸡之外，全部都上涨了。以前还有那个79块还是89块那种套餐吧，现在全部都至少90块起跳，我有点震惊。然后它的点餐方式也变成拿号码牌叫号的。是每一间麦当劳都这样子吗？因为我在麦当劳工作已经是大概3-4年前的事情了，可以告诉我吗？那你，好。我有个台，搞不赢今天晚上去拍影片吗？没有啊。哎，要去骑脚踏车吗？没有啊，我还在工。干，你是故意挑衅我？我今天要加班到11点多才能下班，你在说什么？今天有活动。对啊。我们刚刚摄影棚拍摄到一半而已，现在快3点，录影到一半，外面突然传来超级大声的雷声。我想应该再过不了多久就要开始下雨了，所以你们也知道啊，小弟还没有买新的安全帽，旧的安全帽不能一直泡水，就算买新的安全帽了，也不能一直让它养金鱼，好不好？那个安全帽里面灌水，它里面的海绵就会变形收缩，然后就会坏得很快，所以你不能一直让安全帽养金鱼。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打雷的声音？天哪，太狂了，太狂了！我的机车。哦，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有吧？我们是半个月前约的吗？差不多，半个一个月。这个人呢，他现在正在金门当兵，然后他一直说对影音创作相关的有兴趣，所以刚好不巧他约的是这个时段，公司爆忙，所以我只能花大概30分钟左右吃个饭聊天，这样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他有带了一个礼物来，等我今天忙完下班之后，我再给你们看。那个礼物我觉得可能至少放到一年，会放到一年，因为我没这么会的运动。等一下你们晚上就懂了，好不好？那有朋自远方来，当然要吃天天利，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往天天利出发吧。我刚刚一直在想说，我今天不论是站在摄影棚里面，还是出来外面走，到处都是穿着学生服。好像刚毕业，但又不像毕业生。你看那边刚讲完，那边又有几个。原来今天是6月30号，今天是结业式啊！你们这群混蛋放暑假啦，狗日的！好好珍惜暑假啊！等你们像我一样出社会了，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暑假了。天利吃起来如何？你刚刚说好吃的，你现在怎么好了？我是真的好吃，可是碍于我你很好养，可是它是真的好吃的。我管你好不好养，你只管好不好吃嘛。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真的 好，如果会在你家附近，你会再来吃吗？会，而且我是会
连续就是不知道吃什么，说啊天天利好那种，然后连续吃一两个礼拜都没问题的那一种。对，这样子讲 OK， 完全可以。各位，我已经，大家平常都在我的 Vlog 里面看到，我刚刚跟他讲说吃天天利，你知不知道？他马上说知道，马上带他来吃，你们就知道了。黑仔熊没在好小的，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就。欸、不行，这样讲好有危险哦。我觉得好吃的东西，你们会不会觉得好吃？天天利，嗯，一定基本上喜欢吃卤肉饭的人应该 OK， 好不好？然后等一下就要回公司里面继续战斗，迟到。现在才5:30，我已经知道我要战斗到晚上11点。11点，就先感谢你了，有机会再来。好，拜拜。飞仔，安安。我的健达出奇蛋就是他给的。好，你怎么会来？来吃饭啊！你怎么那么爱西门町啊？你连续3天都来西门町、啊。不要再折磨我了。没有人折磨你，是你自己来的。等一下哦，看看你要打我的话，我要进去了。没有，我怎么会打你？你是刺警、欸。我等下杀死他。干，不准！你给我不收。你是不是把我当垃圾桶啊？嗯，是。因为这个感觉就是去吃餐厅随便捞的。对。我先进去忙碌了。再会。对。场活动，加油 ！OK， 拜拜。我们要回家了。哦，好，拜拜，拜拜。4 3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周末擂台赛案。还记得七七吗？七七就是上次我说过的，我说过之后我的好 partner， 所以今天非常难得有直播活动，但是我人却在后面打水漂，比较吵一点，只要吵一点，那就吵一点。你的吵的定义好像跟我的不太一样。对啦，好，那这么聊就到这边，我是主持人小健啊，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谢谢大哥，谢谢金宝。真的是打了3个小时，不错，今天打满了。没不讨厌了。晚上11:10啊，今天的节目结束了，现在要上楼上去吧，先把我们的东西收拾下来，因为这边晚上会把门关起来，如果不在。人家关起来之前把我们楼上的东西收一收的话，我今天就回不了家了，吃大便。哦，这边已经摆的差不多了，真好，太棒了。走之前呢，我还有个东西要拿开给你们看。这个今天来找我的人呢，他送给我的东西，他是从金门当兵的嘛，所以他带来的当然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看好了。金门纯麦酒，然后他说这个小瓶的呢是就是真的比较倾向我可能每天偶尔小酌一点的。哦哎、欸，这是背面哦，不好意思，我们再来一次。哇，这个很烈，你看它上面写43%，这个我看呐、啊，其实我没有这么会喝酒，我偶尔会小喝，但是也都是那种甜甜的酒。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这个带去跟宇根和 DA 他们一起分享一下。那另外一瓶呢，他说那一瓶比较倾向是拿来收藏的，不是真的要拿来喝的。袋中带一个袋子，金门寻城去，旁边是 Cold， 这个好高档哦，这个，里面的这个酒就这样，小小一瓶，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收藏，好像还不错的感觉，不晓得这个什么时候真的会被我拿来喝啦，不过还是感谢你，就是从金门当兵来，还顺便带了这些礼物给我 ，Thank you。来，各位，炼狱之日的地狱天呢，姑且算是顺利结束了，而且我的好伙伴发现他的战力实在是非常的充足，所以以后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原本我一直想要在这个周末去拍一些空拍机的东西，
公司有空拍机嘛，不过看来总是没有空去租啊，那没有就算了，也只能这样，好不好？好啦，那今天的 vlog 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然后我每一次，尤其是最近，每一次都要跟你们道歉一次，因为最近真的太忙了，我每天都只能在公司进进出出，东东跑跑，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些生活琐碎的事情。相信我，这一波忙完之后，我会尽量凑出一些时间去做一些稍微有趣一点的事情，跟大家一起玩玩，好不好？那我们明天的 vlog 再见，大家晚安，拜拜。看，这是什么？小仙又换了新的发型了，有种去染新的发型。刚好，哎，发现旁边还有颗嘞。不对啊，那有颗啊，我也不知道颗啥想。我想要只磕一边。因为对啊，我就是想要用点对，就是对称啊，对吧？所以你是坐在那边睡了就给他剪了？没有，没有了，没有。